business, certainly since I've been governor. Great. Let me shift gears here to the topic of education. I want to pull Chris Rufo into the conversation. I work with you on some initiatives. I think, you know, one other thing that the mainstream media has, I think, bashed on is they've kind of started promoting this narrative that you want to ban books from school libraries, you refuse to teach kids about slavery or other unpleasant realities of American history, or pretend that gay people don't exist. Many people, I think, in this room, we're now up to, over 271,000 people. So this is, I think, totally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s of people we have participating. By the way, I think... Mute.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招聚焦。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德桑迪斯、马斯克跟这个有个主持人叫 David， 透过 Twitter Space， 就是推特空间，德桑迪斯向外宣布他竞选美国总统。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我那个头像是比较靠上的，我不知道是他 Twitter 自己安排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他是一种设置，还是怎么样？但我们是在前面的，可能是跟媒体的身份有关，可能是。那这是现场啊，现在依然正在故事过程中。那德桑迪斯呢，在回答主持人 David 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比较通常的。我们刚才打开的时候呢，他在讲述德桑迪斯在讲述了迪士尼，迪士尼在迈阿密吧，大概在佛州之间跟他们之间的一些 case。这些呢，我个人不去，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固有的问题了。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关心的就是说，他这一次活动是否成功，成功与否是对马斯克而言，对双方而言。你上面可以看到，在 Live 在线的人是274,000，274,000，应该我们这么讲吧，就是这个马斯克第一炮失败了。坦白说他是失败了。我们现在用的，我直接用推特跟大家介绍了。他本来是6点钟开始，但6点钟没开成。在接近六点钟的时候，在线的人只有20,000多人。然后后来大概到了6:15左右，他打开了。打开的原因就是马斯克中间解释了，是因为他系统承受不了。那这个借口应该不是借口，对吧？因为你 Twitter 到底有多大承受力，多大承受在线，这是一个你要向外面去展示你能力的问题。我们就用卡尔松，卡尔松是美国公认的这个第一媒体人。那第一媒体人在 Cable， 在他通常的节目当中是320,000到350,000啊，晚上8点钟的黄金时刻。那如果你在线，如果你在线的水平刚刚打开，几万人你就说系统有问题了，那就变成胡来了，对不对？这基本就下来了。所以这是马斯克的解释。那结果在他的过程中，现在大概我没注意到，现在7点了，这是开了一个小时了。那实际过程中呢，根据英国的每日电讯讲说，他大概 crash 5次，不下5次，就是他整个断掉了不下5次。那277,000这个数很小，大概在6:20的时候，我在线看到它达到66,000到67,000，66,000到67,000的时候，突然就黑屏了，突然黑屏了，这个我们应该讲说，这是一个非常悲剧的场面。我给你做一个比喻，在几年前呢，有个中国人中国人现在出了状况，有个中国人曾经做过一次在线直播。那一次的在线直播，我个人也在线上，那是透过 YouTube 的。那当时的在线超过了100,000，大概102,000。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任何人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那我想讲述的意思 ，Twitter， 如果你做不到在线100,000，就连那是多少年前在 YouTube 可以做到在线100,000，那你今天在线都做不到100,000的话，你做到66,000就 crash， 然后你现在只维持在278,000的话，那就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坦白说，这对马斯克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那在今天的活动中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真正的大作用是马斯克的 Twitter 是否能成为真正社交、真正新媒体的平台。我们今天白天介绍了这么几篇内容，那现在应该坦白说，现在呢，他一开盘，就像他以往一样，他失败了，就是一开盘马斯克就失败了。那失败的缘由就在于此啊！坦白说，失败的缘由就是他自己的整个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问题的。那这样的话，就是马斯克的路就长多了啊，长多。他想取代主流媒体呢，那这一炮就把自己给基本就不太可能。如我以为的在线的程度，你起码不下500万吧，甚至可以超过，可以到了上千万吧，不到，起码有500万的原因就是说，你卡尔松他的节目在线是300多万，就是他当时在播节目的时候，在福克斯同时看福克斯的 cable 有300多万的话，那你再透过社交媒体的话，你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的话，那等于就没就就就就没有意义，你怎么去跟别人抗衡，对吧？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如果他可以达到上千万，今天我们上午对他期待蛮大的，达到上千万的话，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可能跟他抗衡。那马斯克今天的结果呢，就会让所有 cable 电视、所有主流媒体就是大松一口气，他没有实力啊，他没有实力，他没有这种可能。至于说技术什么样的技术原因，那马斯克自己就想办法了。有人说马斯克一开始都是失败的，我也不否认，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呢，你今天的时间点就等于是马斯克自己给自己一个烧鸡大窝脖。所以新媒体的路啊，看来不是大家想象，也不是我跟大家分析的那种一炮就打响，他没打响，而且呢输得蛮惨的。现在是28万1，这是我们看到这是在线计时了，现在是28万1。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从马斯克的角度是这样。那德桑蒂斯呢？他主要是参选，宣布参选。今天下午大概3点钟的时候，他就正式 file，就正式把文件完成了，申请的内容完成了，所以就正式宣布参选。所以他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呢，在他没有选择这个主流媒体，他选择了 Twitter。应该讲，对他来讲，从命运上说是一个大灾难，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信命嘛？这个从命运上说是个大灾难。他大概在6点半到6:40的时候，推出了1分多钟的一个竞选视频。那一分多，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分多钟竞选视频呢，就是我们昨天看到他太太拿出那30秒钟，他太太那30秒钟是这一分多钟的竞选视频当中的前部分，啊，是一个视频，所以呢，昨天只有前一段30秒，今天呢，它大概不到1分半钟。我跟大家解释过，那他自己因为可能是跟他的局限性，就是，对不起，就是他只是一个州长，他并不像川普有过4年的总统的经历，对吧？所以在视频的角度来讲呢，德桑蒂斯的视频呢，它的制作的水平、制作的整个那个 sense、整个概念跟它的内容呢，要远远逊色于川普，远远逊色于川普。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点。那至于说中间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今天只是公布。所以应该讲德桑蒂斯这个第一炮呢是哑炮。坦白说，没有打响，他的竞选声明内容，我个人觉得无所谓。为什么看他的竞选影片呢？那是他从没选过，他人生第一次，对吧？那个制作水平，你找的制作人的水平，你的展现的理念都在其中了。对，那个是非常关键，你就知道德桑蒂斯的能力到底有多高。因为这是一个做人的水平，一个整体做人的水平，不咋地。哎，坦白说不咋地，这个没有，要比川普那个东西要差很多，差很多，差很多。
我刚才解释了，抛弃就是抛弃他的经验，就是川普的作为总统的经验，画面资讯很丰富，我们仅从他所使用的音乐，他编辑的手法，就是那个视频中编辑的手法，展现出来价值观，距离蛮大。里面呢，几乎是德桑蒂斯自己在宣告，后面是一个国旗，应该是抠绿来的就可以做成，所以后面是一个国旗，它一个宣告，仅此而已，它没有更多的资讯在其中，我只能这么说，没有更多资讯在其中。那再加上马斯克呢，这一下马斯克就灾难了，这个马斯克给他制造了一场灾难，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啊，这第一炮，那这第一炮呢，那就很可能使得美国选举呢一下就回归了一个通常的状况。川普连续发炮，做了两三个视频，而且连续发文章，我相信川普的儿子在推特上在嘲讽他，说这是个 disaster， 纯粹就是个灾难，是真的是个灾难，所以出师不利是个灾难，双双倒闭。这样的话，给我的感觉，那就可能真的是，川普占有天时一方啊，这个要不然怎么会出这么大麻烦？那这是非常有可能。我们现在看到是29万1，那已经开播了一个多小时了。他谈什么内容，我们过后再说。我先跟大家总结这么一个东西，感谢朋友们的支持。